为了今年道馆挑战赛，这小姑娘也是拼了呀！不错不错，好看。以前的比赛上可没出现过这么拉风的啦啦队。加油，加油，松柏，加油！想想在场上他们这样子为我加油，感觉自己瞬间有了 NBA 球星待遇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吧？哎，加油，松柏，加油！喂，你不准弄我，成功了。道馆挑战赛组委会的人还等着我们。